定。哈哈哈哈哈！大牛哥，你知道吗？打个电话我就知道你是不是星座。那要穿篮球鞋吗？还让我穿这身吧？这是我自己的鞋。鞋。这样，你给我挑三个位置，我就第三个位置就进了。就算你输，好吧？这样。你说应该问小林，我不太会。哎，小林玩可花了。小林还会那种？哎，我不会，我不是玩这个。Real basketball, real basketball.就是为艺术献身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就拍照，你跳的时候别人跳。潘老师过来之后，相思吗？潘老师过来之后，相思吗 ？Sorry。相思吗？呛呛呛呛呛。呛呛呛呛。啊！这我也好想这次了。没有。还没拍完，就想拍相思。For artists。老板。完了，你这件衣服没法拍了。啊，那真的。不过那招真的挺好使的，对，没错。脚很重要，我们拍照的时候吧，啊，这个脚你知道吧？是吧？我之前我跟你说，我们是啊，就穿着球赛在这边拍照呀。那我跟你说，看到了没有？我去找你去了。我拍照。有，这是男人的痕迹。就是这样，这个反应很好，这个反应很自然。我说学下一句话是什么？放了吗？放了吗？放了。兄弟，一场三加四。好，我把我们那块表现得热烈一点啊！喂。好，看。
我戴眼镜到底好不好看，我要一个真实的诚恳的回答，到底像不像好人，他不是到底像不像坏人，像不像，我这眼镜还挺有设计感的啊。 OK，Let's go. Go. 老弟，我问你一个中肯的，给你给我一个中肯的评价。我戴眼镜是不是有点像坏人？有点像坏人。什么意思？戴什么？这个脸。你对自己的认知太不明确了。是吗？戴眼镜就像一个慈祥的老教授一样。是吗？好，摘下眼镜，下一个。摘下眼镜像一个慈祥的小老头一样。小老头。没啥区别呗，一个是老教授，一个小老头，就有点文化了，戴眼镜先。OK， 就是佛九剑嘛，对不对？行 ，OK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我有一个超能力，超过去。那我就是超能力，不好意思，太长了。那我就是超级大脑，超级大脑，好，他超级长，他是说早了，稍等啊。我有一个超能力。那我就是超级大脑，没事没事，先看没事。这个你能穿？好，你别说逗我。那个，哎，你能穿拉住不要打的时候要越容易闭。SSR， 哦，抽中了，领取第一张好伴木匠，获取卡片，领取第二张，这怎么这？他是不是最低级的？你告诉我啊，啊，他是不是 R？ 他或者连他或者是二姐，你知道吗？不太行，你看两个人之间，虽然我们俩是挨在一块儿，但是差距是天差地别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谁？这也是个 R， 这个是个二减，这是 R。好吧，他也是二减了。我已经不敢点了，这是不是最后一张？那就点一张。这肯定是个二减减，彻底的二减了，就没得商量了。最后一次了，我临超等超那人都抽不动了，当我没来过。木子阳真的是二减减减减，木子阳干嘛呢？这木子阳啊。把这把他给我放一块儿吧。我再次看到了暴雨，可能之后我就是暴雨的代表了。我要去外面看一下，他们都拍完就当我拍，我刚坐那儿，哗哗哗就下起了暴雨。听到你们的声音。曝光，不要提前曝光我的答题吧。你让他睡着了，把他放在手上。你这啊，你生不生？我管他生不生气呢？计划有变，你连着睡着了。哎呦，谁把他叫起来的？没事，不着急，十年不晚。
等会儿给我薅两根头发，我把那个戒腿上，我把那边戒再去到戒的手上，头发丝感觉不到。